那肯定是红色神器，会来的实在一点。红城还是蓝城？红城。红城吧，红城吧。嗯。因为你要跟人马单挑的啊。刷野路线的话，咱们应该怎么刷野？红开吧，红开。下路晚点。红开吧，红开，打一下呀。帮一下，帮一下。谢谢。啥意思啊？不可藏。我他妈是打野位。这个人怎么就直接抢打野了呀？哎，你怎么抢打野啊？啥意思呀？我靠，这个人在逗我吧？我是打野位，你看我对位啊。我为什么要去中？我是打野位，我为什么要去中啊？这是啥呀？我他妈没说让你呀！这把刀，你看对位吗？剑圣在中路。不是，你抢位置怎么不说一声啊？哎，我没看懂啊，你他妈这是人干的事情吗？我以为我是打野。好好好，哎，我他妈游戏体验稍微有点差，感觉，兄弟们，嗯，哎，完全没有游戏体验了，毫无意义。嗯，咋打呢？我就下路打，我中路不要了，我只能打野了，我惩戒买了，我不能打中了。不然我吃兵的话钱会少。嗯，不能去线上吃线呢，只能刷野。下路好像没什么机会。下路不太好越啊，偷鸡了。我们的机动性其实刷野速度倒挺快的，比上个版本刷野倒无伤一点，其实可以打野。你会发现刷野没有以前那么伤了，发现没有？我这波回中路吃这个线，应该会少钱吗？应该还行，因为我的经济不是特别高，所以说不会少钱。走，偷个鸡吧。嗯。不能挂机啊，兄弟们！挂机的话，其他队友怎么办呢？对吧？其实想挂机，但是想了想，还算了吧，正常玩吧。不是玩不了，玩是可以玩的啊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C 还是可以 C 的，拿个石头人，马上五级了，发育还可以。
套了个提前。不行，刷不了了，溜了。好，回家买一个巨短针眼扫描，抓下路可以抓一下。嗯，这个婢女很舒服啊，这个婢女太舒服了，没人可以限制得了她。伊泽瑞尔直接退出了游戏。把这波兵线先吃一下，我们去吃个河蟹。对面红 buff 刷新了，人马的话已经五级了，我在野区单挑不一定打得过他，早用早 CD。又是一只蛤蟆，吃一下反野了，野怪没有，马上六级了。三郎有，吃个三郎六了。没有机会了，我已经六了。感觉有机会啊，感觉有机会啊，看他用不用位移，用位移他死了呀。感觉可能会用啊，操，消耗能力有点强，这个逼，那你就上当了呀。700块不香吗？啊，叫闪，我有闪的呀，小老弟，翻墙。翻墙还追啊，你像你妈个魔校中人还追，我溜了。1300块钱回家买个鞋。嗯，再来一个星矢，速战速决吧。好，漂亮。人马出的是蓝城，我出的是红城，单挑的话他肯定打不过我，你放心，不用着急，下路好像有机会，看能否干可一波。谢谢魔教可儿有点笨送的一个大飞机，稳住兄弟们。这个下路的话感觉吃个经验应该不过分吧，吃个经验。没必要杀他。没必要杀，七级了，等级可以的。等级比对面人马高，看一下小龙的话被他拿了，这个小龙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反他一个野，扫描开一下。他应该在打石头人，我觉得他应该不可能回家。没打，那我就给他拿了。红尘已经出来了，我一套技能应该是杀不死对面 ADC 的。我七级，他六级，我的装备一般般，应该是杀不死他，所以说这一波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草里蹲他。我们去偷个鸡，漂亮。花玉好，靠，这个圣也来了。哎，石头人为什么不大他呀？我看一下回放啊，石头人为什么不大他？上单你为什么不二呀？这个石头人真的是有毒的，这石头人。刚才让他帮我打个红，他说你等死吧。我一个打野，你帮我打个红，说我等死。
这一波这个石头人直接大这个圣，这个冰女必死的，而且我都不一定会死。我再看了一下回放，石头人是可以二到他的。上不了，只能打河蟹了。这个墙不能翻，等下跑的。哦，气不气？来来来，我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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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怎么说有搞头啊？好像没搞头、啊。怎么说剑圣来了，勾引一下，翻墙勾引剑圣。剑圣不来吗？嗯，石头人来一个，赚了赚了赚了。没有机会了。石头人工具人，那本来这个英雄就是工具人英雄，没办法。我这波打法是肯定没有问题的，我只能 OB 了，保留了起飞了，77刀补刀还可以，星矢一出，基本上这个游戏就结束了，水银血一出，基本上这个游戏应该是结束了，可以。但这个下路怎么办？一杠四，一杠四，二杠八，哎呀，下路两个人12分钟死八次，有点下饭。感觉对面应该在打小龙，应该在打蓝的话给他吧，我们打呀，他们回家了，我们不拿龙在想啥呀，我们双打野不拿龙在想屁吃，到位了呀。哎，放错了，我本来想按个扫描，但是无所谓，可以。人马在偷 F6， 人马在 F6 这个位置，这个峡谷先锋去下路撞了，看他们撞一下，看能不能撞一下，来来来，吃个塔皮，撞一下就是赚的，撞一下。漂亮，撞了撞了撞了，婢女来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赚了赚了赚了，不亏的。下路来了，哎，莫慌，我在，四打四，婢女九级，我跟婢女的等级五五开。还行，河蟹来了，怎么说有没有搞头？这个人略显嚣张，交闪没事，拉开距离很好，翻墙，不知道他有没有闪，不清楚。吃个屎，漂亮，人马死了，我们先拿个红 buff， 四个人在，血又满了。我们把小龙一起拿了，回中路直接带线。嗯，这个人马应该出了点肉，不然的话不应该杀不死他的。一块钱，我好，71块还行，炮车71块钱。看一下能不能补个炮车那个蓝 buff。这盘蓝 buff 拿了就挺赚，应该有机会可以拿。帮他打工了，没办法，偷个石头人吧，走吧。15分钟96刀补刀还行，可以了。这 ADC 950块钱呢，咋办呢？石头人大海在 CT 回家一下，买个水银血。对面这个阵容得买个黑切，感觉不买我们就秒 AD 吧。
这把我的目标很简单，秒杀 ADC 就可以了。只要能把 ADC 秒了，这把就是赚的。其他的话就看那个剑圣能不能收割。无处可藏。推线。八块钱一个刀，我是你哥。再补一下了。不补，我补了。人马九级。出了一个布甲鞋。有出肉了，这个。出肉了，他们应该全去上路了。来来来，跟着布隆走，应该是有肉吃的。扫描开一下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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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了溜了，有点危险，翻墙溜了。卡莎。有点膨胀，交给剑圣。我操，还行还行，他可能有闪这个人。哎，别挤我呀，感觉可以反打一波，感觉有机会可以反打一波。沉寂回个血，好击飞，好了，完蛋，我们被包饺子了，好活，我他妈直接脑溢血，我们点了吧，下一把吧，这把打得太恶心了。来个暴击吧，那有啥办法呀，操，哎呦，太折磨人了呀，这把为什么还不点？你这当着面人打峡谷先锋，我靠，你不把人对面当人了，我就偷小龙了，走了。下路他是自爆一路，那这个上路呢是属于是，我们这把没有中路啊，我们这把双打野，我们去偷小龙吧。来了，打了呀，别管他，一个婢女算个啥，他就是来骚扰咱们的，不让我们打，在拖我们时间而已。赶紧把这个龙拿了，你赶紧走，我可以翻墙跑。好，漂亮，双打野不存在有被抢野怪的时候，走了，阿妈吃一下。来个三郎，ADC 超神了呀，我们啥时候可以把 ADC 终结了，翻盘点就来了，1000块钱一到手就直接那个杀，先刷一个兵1块钱，我操，那我溜了，那我溜了，感觉可以有助攻可以吃，漂亮，有助攻可以吃，感觉还可以有助攻可以吃，那跑吧。哎呀，这个身上是啥来着？刮刮乐，我先溜了。还带不带惩戒？这把跟带惩戒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把有个节奏都乱了呀！打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节奏，节奏都打乱了，跟带惩戒没有关系的。我觉得刀锋带惩戒挺好的，对吧？本身机动性就高，而且这个版本刷野也不伤，挺好的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大龙能偷就行了，
来过来了。王剑圣两个人可以偷大龙呢，剑圣这个装备偷大龙已经够了，不过来，无处可藏。圣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石头人也来了，十秒钟到，机会，盯准 ADC。哦，二手了，那行。剑圣收割了，剑圣收割，剑圣收割，剑圣收割，剑大龙了，大龙了，应该可以追得到，应该可以追得到，应该可以追，漂亮 ，nice， 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翻盘了，翻盘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管这峡谷先锋干啥呀？直接拿了呀，走走，还打啥和气啊？嗯，他咋补了142的？我才补124刀。干啥呀？我十二级，你十级，心里有点数啊，这个人马。好定固，好 Q， 我溜，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溜了溜，不龙上当了，不龙上当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哎，救一下吧。剑圣收割，剑圣收割，剑圣准备，操我操！哎，他为什么把技能全给我？我吐了呀！好好闪现，好收割，好收割，霍霍，够狠啊！可以，来个收集者，再来个表。这把还是要靠我们两个双打野，我跟你讲，这把游戏靠我吸收伤害，然后让剑圣收割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就这一波引力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版本你只要让剑圣拿到几个头，基本上杀不死的，在团战里面死都死不掉。我跟你讲，小龙拿一条了。嗯，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说主播。其实刚才婢女的大给剑圣的话，他就不太好打了，懂吗？所以说我们要在团战里面必须要把这个婢女的大骗出来，才是最主要的。别怕，直接拿了。哎，老是杀我干啥呀？我操！为什么老是要杀我呀？你看到没有？全把技能全给我，我靠！我有冲压杀戮，漂亮！交给队友收割，还行吗？这一波留人怎么样？这一波留人还可以吧，兄弟们？吸点血，吸点血，吸点血，河蟹吃一下。最肥的点不去杀，非要杀我。你看这个婢女和这个圣，就盯着我搞。嗯，下路我就不去了，我去拿个蓝 buff。再来一个蛤蟆吃一下。你别看剑圣在收割，我跟你讲，他那个装备。你说说实话，直播间随便挑个水友，他也可以收割，懂吗？你开个大，直接一个 Q 乱砍就行了。我这几波高危动作，吸收了不少伤害呀、啊。你看这个对面的技能控的你，得亏我是有隐身，
我不用隐身我早就没了，我也十四级了，回家一下，十四级回家买一个，下一件买一个复活甲，我觉得可以。出九头蛇就不做了吧，我去拿个红 buff， 别急，红 buff 吃一下，这把大概率应该是翻盘。有人说我来一把剑圣，我不会玩剑圣，但是有这个装备就乱砍，懂吗？我不会玩，我不知道连招是啥，懂吗？什么什么双刀啥的，不太懂。不过这个英雄这个版本确实厉害，去上路带一波血。现在好像对面不跟你打了，想跟你正常发育一下。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打团打不过了。你看这个婢女现在多少级？这个婢女现在才十二级，他十五级，我十四级，我压对面打野三级，他压对面中路三级，中路压对上路压对面上路一级。就现在我们整体的等级优势已经起来了，小心走有有小心，我溜了，我现在没血，这都是应该没了，我只能 OP 了，没办法。剑圣呢，放个 W 减速一下，可以，怎么说吃个屎，准备收割，没有大，感觉可以收割 ，W 一下，可以 ，OB 一下，好，上上上上，好，我来收割了，下了，准备留惩戒，不然的话他可能可以秒你。婢女在哪里？回血很恐怖，血又满了。我的血已经满了，剑圣去扛，我就收割了，我就 K 头了啊！尼玛，退塔，不用管。开国际玩笑，你退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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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，好好大，我溜了，这波好像不太好上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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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，完蛋完蛋完蛋了，溜了溜溜溜了溜了，我溜了我溜了溜了溜，只能跑了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啊，大龙没了，我操！这一波好像有点伤啊，讲道理。这一波大龙没了呀，浪啊，活了个最帅的，拿了。这一波千万不要说我卖队友，这一波队友在浪，好吧，我这一波上我死了，肯定死，团兵。不是，那我就拿个小龙吧。他们在打大龙，我们拿四条小龙，水龙龙魂还行。银马来了，你怎么跟我打？好。有爹是吧，来个蛤蟆吸个血，吸个血，血又满了，可以上可以上可以上，好，上当是吧，上当是吧，上当是吧，等一下 O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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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B 一下 OB 一下，漂亮，上你他呀，这个婢女他妈的这么猥琐，能一波吗？这一波还有个肾，婢女这一波搞偷袭啊，不显武德，年轻人搞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，我瞧不起你。切肉跟切菜一样，可以。好死了！哎哎哎哎，喂哎，操作失误了，这
下一届买个青羽吧，稍微打打肉，现在打肉不是特别狠。复活甲，青羽来一个，把这卖了，差个200块，买个减 CD。我先去拿个蓝 buff。正儿八经团，其实我们现在正儿八经团就行了啊。只要我们的核心输出点没有被一套秒就可以。这个圣的话，我单挑应该不一定打得过他，没必要跟他打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拿？好，1750，1750，感觉可以先买个减 CD， 回家一下。反正其实可以团了，我们团一波吧。讲道理，说实话，没必要跟对面。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装备其实可以，直接可以团过去，让石头人直接开就行了。中亚杀戮，卡莎有中亚杀戮，我们稍微注意一点啊。这卡莎的话已经出了一些保命装了。感谢大宝出若瑶送的一个摩天轮，谢谢。装备是吧？很好。谢谢梦瑶，谢谢若瑶送的一个摩天轮，谢谢你，爱你。差点死了，卡莎没到，卡莎没有到，得团，不团不行。上头是吧？我操，我又活了。剑圣在偷塔。哇靠，吸血好强啊！现在感觉可以一打二。这一波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逼杀了。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我就问你有没有用，我就用你有没有用，有没有用，有没有用？砍他了。你给我装备你啊、嗯！不杀你，推，推，推，剑圣去了。青羽买了这个圣的话，在我面前应该就是不在话下了。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眼，不清楚。我要买个大青羽，大青羽最后一件买个，最后一件买一个影魔刀，好像不行。夜之风刃好像也没什么意义，对面两个都有中亚，这两个 C 都是有中亚的，小龙好了，来，我有复活甲，感觉我可以去卖一波，说实话。你等一下呢，复活甲呀，能有人救一下吗？你三天之内必得脚气，我好翻墙给他撞下来了，太真实了吧，翻墙也能被撞下来。下一件买一个什么装备，黑切搞一条，钱好像不够。只有傻瓜才会为勇。黑切来一个，黑切来一个。那大龙也有了呀，啥都有了。大龙来，来大龙，来大龙。
我去偷大龙了。小龙拿了，再拿一条大龙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伤害好高啊，控制链太足。可以直接拿了，就没必要等了。我觉得我感觉我哪来这么多吸血啊？一个沉寂的话是950点伤害。自己开大，漂亮，剑圣收割，漂亮，继续追。卡莎想跑，不可能跑得掉。翻墙，两点之间，直线最短，他应该是死了。Q 截屏 A， 接 W 减速，交给队友翻墙。A 减速翻墙 ，Q 截屏 A， 继续追 ，W 继续追 ，A Q Q 呀操，没事，他已经死了。Q V。没事，死了个最帅的，应该可以一波吧。你们猜一下我的伤害高还是剑圣的伤害高？好来弹幕。嗯，可以，这把还是靠咱们两个开胃了，兄弟们，这就有个助攻，那行。那接下来给兄弟们来一把钻石局教学。